这回可以去根据地了吗？等我去趟厂子再走。还去厂里？我答应小岛的，抽完病去趟工厂。再说了，人说话总得算数吧。你说我走了，还不得把厂子安排没？理倒是这个理，不过你的思想觉悟，还需要再改造改造。我改造什么呀？我一走不成了无产阶级了吗？我说的是世界观，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。什么世界观啊？ 解放全人类。行了，我们家心仪还没解放呢，我就拖成皮了。你倒是把你家心仪解放了，你多久才能解放你自己啊？不抬杠，赶紧收拾东西，还有好多东西得往暗室里藏呢。好，这金梅给我下了药，你下一个目标就是金梅。是，来，我要活的。 放心吧，我这就去找卞副市长。其实你说这么多，老卞啊，你看，你看看谁来了？这是，卞叔叔，还认识我吗？哦，你就是谭家的二小姐吧？是呀，就是当年经常保护我们家外孙女美美的小平嘛。小平啊，你这么多年不在天津，都去哪儿了？ 这个事儿说来有点话长，卞阿姨啊，我有点饿了，给我买点吃的吧。哎呦，你看我这高兴的，我马上就去拿。你坐啊。哎，快坐。卞叔叔，哎，我想求您帮我搞三张出城证。现在出城可不容易呢。小平啊，你出去这么多年，哪懂官场啊？我这个韦副市长。 实际上就是个摆设，说白了，就是日本人的搓衣板。卞叔叔，您跟我绕这么大弯子，是不是不想帮我呀？不管怎样，这件事儿您必须得帮我。哎，我一时啊也跟你解释不清。哦，我还有事，你先陪小平坐一会儿啊。哎，你先坐。 来，吃橘子。你能劝劝卞叔叔吗？别这么瞻前顾后的，不就是帮我弄三张出城证吗？小平啊，你卞叔叔他确实啊没有实权。不管怎么说，您跟我妈当初也是天津有名的八大家呀，怎么竟会落个这样的结果呢？唉，就你爸妈下了南洋，我们这姐妹一分开呀。 我这心里头就没着没落的，干什么事啊都没底气。哎，你没事儿还是常回家看看那老宅吧。那么大的房子空着，怪可惜的。嗯。哎，小平啊，你跟我说说这十几年你都干嘛了？嗯，出去学习，工作。 这不又回来了吗？是是，啊，对了，阿姨，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哦，那好，我送送你。还记得我侄女小梅吗？这是小梅留学的时候寄回来的，她呀前些天也回来了，还问起你呢。现在。 你们见面恐怕都认不出来了，真是你们大十八变的。我先走了，卞阿姨。哎，那好，下次我把小梅叫回来，快聚聚。嗯，慢走啊。我走。 金梅，别哭，别哭，金梅姑姑，姐姐帮你把它抢回来啊！我也会保护你的，总有一天我会长大。好妹妹，姐姐我好喜欢你，我也喜欢你，金梅。
心怡，等爸爸回来，咱们就一块儿走，啊？去哪儿？去一个没有坏人的地方。那我爸呢？他跟我们一块儿走。真的？那行。我就知道心怡会跟马阿姨走。不过心怡，我可告诉你，那个地方没有黄油、果酱、面包，最多能让你吃上白面馒头，更多的时候呢，只能吃窝窝头。什么是窝窝头？一会儿啊，我就拿棒子面给你做窝窝头，让你好好尝尝。真的？多做点吧，带着路上也好吃。好。为什么要杀我？小岛计划的图纸你迟迟拿不到，是不是故意留给共产党啊？我跟你说过了，不是。哼，小岛计划的图纸已经被共产党送到了重庆。你身上有这么多秘密，你要是跑到八路军根据地去，你说我能不杀你吗？我没必要跟你解释什么，我要求去重庆，我要跟上级解释。没这个必要了，我有处置你的权利。那你打算怎么处置我？开枪、沉水、活埋，你挑吧。找个枪法准点的，别让我受罪。好，金梅就是金梅。小岛图纸经美国情报部门鉴定，属某秘密武器延迟装置部分，命令你站配合金梅特派员与共产党天津地下组织联手摧毁小岛计划。此任务关乎第二次世界大战进程和上百万人生命，望京城合作共同完成围盘。特派员，请指示吧。我指示你自裁。我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为了党国的利益，这点你不会不明白吧？哼，瞧把你给吓的。处长，曹华礼被绑架了。向金特派员汇报。金梅。哦，特派员，曹华礼被绑架了。这个时候，曹华礼被绑架，只有三种可能。第一种可能，就是中野的朋友干的；第二种可能，可能就是十三太保；这第三种，就是杜松干的。第三种最有可能，金特派员。考拉处长。你现在去找日军咱们的卧底，让他去打探一下，看看中野部下是不是有什么行动。全力以赴。飞子，我交给你两个任务。第一个任务，你要严密探查特高科的一切行动。第二个任务，一定要打探一下十三太保的下落。是。还不快去。特派员，你真打算为曹华礼出生入死啊？什么意思？哦，
没什么意思。曹华礼是挺好的，但是他那岁数都能当你爹了。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再说了，年纪大怎么了？能有几个人比得了曹华礼啊？我还告诉你，我就喜欢这样的男人。挺好。快去啊。哦。在里面，这就叫一石激起千层浪啊！属下不明白，请将军赐教。曹华礼这一失踪，国共两党不会袖手旁观的。他身边的什么马姐呀、金梅呀，还有他那个女儿，都会蠢蠢欲动。你就等着看好戏吧。等着看好戏。然后把你的人都派出去，死死盯着曹华礼家的每一个人。嗨，特别是对马姐要重点跟踪。那个傻女人，她要知道曹华礼失踪了，她准会像没头的苍蝇一样乱撞。你就等着顺藤摸瓜吧。将军，我佩服你对曹华礼的耿耿于怀。那是因为我的直觉从来没有出过差错。我马上去布置。嗯。曹先生，别来无恙吧？杜将军，什么事儿啊？你这胆子也太大了。小岛局长找我有急事儿，你不知道吗？我找你也有急事儿啊。既来之则安之，还是先把我的事儿吧。行，反正都一样。你说吧，什么事儿？哎呀，曹先生来了这么久了，一直想请曹先生喝酒，没有机会。今天有机会了，嗨，好好的喝一杯。哎，我刚吃完狗不理包子。啊，这个早上喝酒啊。中国有句俗话怎么讲的？是游手好闲的人在早上喝酒，你这是对我不礼貌吗？是不是？看来曹先生不够友好啊。我反正不喜欢你，啊，你有话直说吧，别绕弯子。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。原田被杀的那天，你到火车站干什么去了？你也去火车站了？哎，我怎么没看见你啊？没看见你。我问你的是，你那天到火车站干什么去了？啊，我女儿心仪出事了，你听说了吗？听说了。在哪出的事儿，你知道吗？火车站呢？就是啊，火车站嘛。哎，我是问你，到火车站干什么去了？哦，我女儿那天啊，脖子上戴了一个我前妻生前送给他的项链，在那儿丢了。我找项链去了。找项链还需要化妆吗？当然了。我是谁呀？曹华礼啊，天津有头有脸的人呢。你说我穿一身西服革履的，跟那儿东瞅瞅西瞅瞅的，别人怎么看我呀？啊，你也化妆了，对吧？要不怎么没认出你来呢？真没认出你来。那鸿运茶馆五名日军军官被杀那天，你在看戏，看戏的时候你出去了八分钟，你不对这种巧合解释解释吗？别提了，那天差点没把我憋死。吃那个日本料理，你有小岛、小岛局长和夏子小姐，他们都知道。日本料理很好的，我们从来不拉肚子。是，要不你不是人吗？嗯。哦，不是不是，我说你不是中国人，是吧？中国人还是不一样，水土不服嘛，是吧？那滨野被杀的时候，你就在附近。
这不是更巧合吗？是巧了呀。俗话说无巧不成书啊。我近些日子永远跟这个暗杀杀人联系在一起，你说巧不巧？怎么曹家的电话打不通了？他今天应该来厂子里的。别再出什么事儿了吧？他要是不在，你的计划可就泡汤了。我是赶紧布置去吧。喂，德高克吗？我是小岛金次郎。杜松将军在哪儿？不知道。我还是赶紧找人吧。你去找杜松将军。我去曹化礼家。好。看来我不得不采取一点辅助措施了。你坐在老虎凳上，可能能回忆起点什么。老虎菜我爱吃啊。没有啊。爱吃老虎菜。什么老虎菜？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你要体验一下老虎凳的威力。你坐上去就不那么淡定了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急眼了不是？翻脸，翻脸。嗯，真是，我哪得罪你了？哎，我哪得罪你了？你提醒我行吗？完了！我就知道，黄鼠狼给鸡拜年，你没别好皮。没那么复杂。我想你坐上老虎凳，用不了几下，你就要求我枪毙你，那滋味真是生不如死啊！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啊！哎，秦香莲莲，我看见我这样啊，啊！哟哟，你哎，别别，哎，行了，哎呦行了，哎呦，折了折了，哎呦呦，再讲，折了折了折，哎呦呦呦呦呦，别，哎呦呦，嗨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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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折了，哎呀，哎呦呦呦呦呦，哎呦呵，怎么着？才两下子就不行了，杜松啊，你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呢？说不带急眼的吗？你说你说话好好说嘛，是吧？停，曹先生有话要说。就是，有什么话好商量啊？你是不是啊？那就说吧，还是从原田开始。我就是去找项链去了。我跟你说，那项链贵呀，那个钱，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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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，什么鬼话？不说实话，折了折，哎呦呦呦呦，哎呦呦呦，慢慢，哎呀，杜松，你就不怕小岛局长将来报复你，找你算账啊？我就不相信小岛局长能帮一个与帝国为敌的朋友忙吧？啊，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与你们为敌，是不是？哎，证据呢？你没证据啊，是不是？再加把劲儿就有证据了，加力使劲！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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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！讲！哎呦呦呦呦呦！再给我讲！将军，咱们要不要换一种刑罚？他已经到极限了，如果真的断了，小岛局长那儿。毕竟跟车祸不一样。灌辣椒水，咱们回特高课。这时候恐怕小岛局长已经知道了。嗨，上辣椒水。马姐，小岛局长，曹桑在吗？他不是去厂里了吗？没有啊。那去夏子那儿了？喂，夏子吗？曹桑在吗？不在，他失踪了。
去找曹丧是真的了。哈，就怕他坚守自盗啊。坚守自盗？哦，我是说，只要咱们坚持，就能找到。嗯，我去找那田司令官，让他派宪兵队加上驻屯军一起来找。哎呀，跑一整天了，我们去吃饭吧。我现在还有心情吃饭，我都急死了。哎，也不知道我的曹丧现在是不是在吃饭呢？哼。 这怎么办？哦，这个三毛钱。哦，哎，走！必须得加大力量寻找曹华丽。我去向市委汇报，争取发动全市的地下党组织寻找。最近大家出门要小心，有尾巴。是啊，刚才幸亏你慌了张，要不然这次我们麻烦可就大了。 我也奇怪，这会是谁通知我的呢？到底又是谁救了你呢？先不想这个了，抓紧找曹华礼吧。那我们就双管齐下。进来。老板，这是上级发来的电报。嗯。你被任命为摧毁小岛计划的主要负责人，你的任务是带领天津地下党和八路军联合军统。 统一行动，这得是多大的事儿啊！还跟军统合作，这可是中央发给天津市委的电报。哎，曹华丽家根本没法进去，我刚甩了尾巴。没想到曹华丽家被日本鬼子看守得这么严，那怎么办？ 我现在就回曹家去找马警，让他联系一下地下党。这不妥吧？上级的电报里不是说了吗？让咱们与共党一起合作，破坏小岛的计划。如果现在我们不与共党合作的话，这个任务很难完成。只能这样了。 找你呢，你怎么来了，马姐？你大哥失踪了，跟监狱人找去。
别动了，上来。哎，好。小岛局长。嗯。局长，是不是军部又催曹华礼了？是啊。这可怎么办呢？曹华礼被绑架了。杜松，又是花样。特高科没指望了，玩得太小儿科了。局长，要是杜松绑架的，我看都好了。这话怎么说？对曹华礼这样骄横的人，啊，我说的是，他这样自视清高的人，就应该时不时的打击他一下，不能让他翘尾巴。曹华礼在日本就很嚣张，连天皇都不放在眼里。他当年不是都没去皇宫领奖吗？把天皇和内阁成员都晾在那儿了。好了，你该去准备准备了，我要出去一下。您要去哪儿啊？我去抓紧找曹华礼。将军，吴王正绝对不是我们的人干的。大家对中野的交往向来很不满，所以没人会替他出头去对付曹华礼的。杜松将军，我给你三天时间把人找到，否则后果我就不说了。一定是我先看着你切腹，然后我再自责。嗨，那天司令官，曹华礼是在你负责的天津给弄丢的，我找你要的。别的伤感情的话我就不说了，你看着办吧。嗨。杜松将军，三天之内必须把人给我找到，否则的话我把特高克派到前线去，这里由宪兵队情报处监管。嗨。将军，那天司令官一直对兵也不满，早就想要把咱们特高科给换了。这次他是借曹华礼的事排除异己。哼，不是还有三天时间吗？走。报告将军，我们的人在街道上跟踪姓马的，发现他鬼鬼祟祟的进了一家酒馆，从后门跑了。跑了？那大门口的人呢？他们说没有看见姓马的从大门口出来。好，围着曹华礼家查，肯定还有别的通道。嗨嗨，那抓不抓他？笨蛋，抓了他还拿什么钓鱼啊？嗨，去吧。报告将军，曹华礼家附近果然出现一个可疑人，我们派人在跟踪。曹华礼家别看不大，能人可不少。去吧。快。姓马的既然出去，那么门口出现的肯定不是一回事儿。一波是共产党，一波是军统，一定要把他们定紧了。嗨。看来事情是越来越有意思了。老大，老大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老大，大哥失踪了。别着急，乔，怎么回事？大哥被绑架了，大嫂让我们出去打听呢。没用，你什么？这抄家伙！慢点，慢点，大嫂说了，她不希望咱们兄弟动刀动枪的，她不希望咱们有一个兄弟被抓。大哥，怎么办？对，你说，大哥，就是。弟兄们，都听见了没有？给我悄悄的进行，啊，好好的找自己的兄弟，走。好。
我说什么来着？杜松这个人不能留，你看，肯定是他搞的鬼。杜松现在不能走，他走了会更麻烦，那曹华礼就回不来了。小岛叔叔，曹桑对你来说那么重要吗？曹桑对帝国来说真的很重要，对我来说也很重要。这个我知道。哎，夏子，等我把事情办完了，我答应让你把曹华礼带到国外去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那个姓马的回家了吗？目前还没有回来。我倒要看看他怎么进那个院子。我就不信他能飞进去。曹华礼怎么样？刑具都用上了吗？差不多了，很少对一个人使用这么多刑具。难道你还不相信他是齐大姑吗？是啊，简直是不可思议。换一种方式。嗨。真香，这什么菜真好吃啊！这是独面筋啊，不吃不错。来来来来，不错，来来来，好吃吧？来，哎，那个独面筋得搁料。去，管你什么事，来，料得足。啊，去去去，想吃，想吃来。来来来来来，味道真不错。哎，对对对，咱们来咱们来啊！看见了吗？刑具解决不了的，不错不错，美味佳肴能派上用场。安排下去，饿着他，当着他的面大吃大喝。我要给他来一个嗅觉神经、视觉神经、肠胃神经的强烈刺激，让这些神经起来造反，逼迫他投降。嗨，不错不错。来来来，别不错啊，好吃，尝尝。哎，这个味道不错，不错不错，这家做的不错。啊，李老师啊，来来来，喝一个，喝一个，啊，来，咱们喝一个，好好好。将军，今晚回家，曹华礼的女儿跑出去找到他，说他玩捉迷藏跳墙跑的。捉迷藏为什么要从墙上跳下来？为什么要从咖啡店的后门逃走？出去一个小时。重要的是，西夷既然给姓马的解套，就说明他是剧中人。还真是。这说明他的病已经好了。这个女孩也不一般呐。我派人盯着她。不，做个套把她抓起来。属下明白。咱们在院子外不是还发现了可疑的人吗？跟踪到半路，他跳墙跑了，谁受了得？咱们院子里有多少人？我派了三个人，以绑匪勒索钱财的名义守着电话。你们把这些龙套顶紧了，我来对付这院子里的霸王，跟他好好过两招。嗨。也不知道你爸现在怎么样了。他呀，最不能饿了。你怎么了？怎么不吃啊？蚂蚁不吃，我也吃不下去了。哎，厨房里还有纳豆呢，我去给你拿一点啊，等着。
方法太灵了，把曹华礼缠得够呛，菜一端进去，香味一飘，他就转过来了。现在可以给他点吃的。为什么？我查阅了罗伯特·戴维的书，他说人在饿一天的时候，那是最馋的。你如果给他五分之一的美食，然后再拿走，那才难受呢。这个叫戴维的真是个刽子手，太会折磨人了。咱们照本宣科，给他五分之一的美味佳肴，就把他的馋虫全部都勾出来了。挖出萝卜带出泥，馋虫出来了，情报也就出来了。嘿。兄弟，吃饭了。哎。饿死我了。哎呀，这鸡是浅川推荐的，说特好吃，吃吧，尝尝。好。哇，真香啊。嗯，曹先生，不错不错，要不要吃点？哎，对，不吃。嗯，哇，味道真好。嗯嗯，来来来，嗯，这鸡腿不错。哎呦，真香啊！嗯，这鸡真肥啊！嗯，哎，哎呀，怎么回事？你这么鸡腿掉了！哎呀，哎，别捡了，别捡了，很脏的！哎呀，好吃也吃腻了，我们去弄点别的。哎，好好好，走，走，走。